Hello，那我们下午的课就差不多要开始了，然后把灯打开。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以杰，然后今天有早上有自我介绍，我的三个关键字是我有养蚂蚁，用的昆虫系。然后我不会写程式，我不是在就是在资讯社群里面不会写程式，就也是可以生存，而且蛮重要的，因为很多工程师就是需要一些转译才能把他们想做的事情推广给大家。然后在我自己大学时候念的是社会福利学系这样。然后我们下午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早上比你有提到，就是自己的学习历程这件事情，我们想要确认。大家有意愿，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学习历程做好，就是像现在右上角这有一个 icon， 就是可以捏脸的部分。然后我知道有些同学已经捏好，所以捏好的同学我们可以有一些贴纸这样。看一下，这边就是如果你按你的编辑的话，它可以选一些脸啊，然后身体，然后头，这里是这个是骰子，所以你骰它就会变成不一样的。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下一堂课，就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学同学们一起在这边做最后的总结分享，然后会需要有两位同学作为这堂课代表去跟大学同学分享说你们今天早上学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如果愿意分享的，就是可以拿到刚刚早上比您说的这个小贴纸。然后还有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卷线器，这样子就是小小的礼物。所以想问有没有同学是自愿要做这件事情的？有吗？好，我们之前的方式是会用乱数去抽，这样子。如果没有自愿的同学的话，然后因为会希望就是人就是在大家面前讲话，可以学习一下，分享一下今天的过程。所以再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意愿？有吗？好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乱数的方式抽，就是等一下大家报数，然后我们就抽到两个号码，就请那两位同学分享。然后好，那我先确认一下大家的这个 profile 部分有都做好了吗？有，因为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一个页面这样。然后就是刚刚说做好会有这个川普贴纸，所以我们要开始做这件事，或者是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关于今天活动的一些小分享。虽然我们早上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能分享会很少，但是就希望大家在媒体试读或者是在资讯地方有一些心得这样。好，然后我刚刚有看到在 Slido 上面持续有很多的讨论，对不对？好啊，那就是可以啊。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脸有捏好的，可以拿来前面，然后我们确认过就给你一张贴纸这样子。对，捏好了是不是？好，我看一下，我先迅速，我现在有谁捏好了？哦，好，我一排排过去。
都一样。我们要来选一下下午要分享的同学们。
谢东佑同学。去年我们做了线上的活动，但去年的时候就是早上有讲到，我们平常都会办黑客松，就是百人的工作坊，然后在工作坊的时候大家就会来提案，然后做自己可能对于社会有益然后想要分享的事情。比如说昨天我们听到是一个台南的资深的参与者，他是讲说就是他是一个爸爸，所以他会去看台南所有的公园，然后公园里面就会有很多游乐器材，可是台南很多游乐器材都是罐头游具，就是塑胶的，然后长得很像。那他身为一个爸爸，他就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些器材可以改进，政府愿意重视这件事情，让他们的小孩可以去做更多的游玩，所以他就把所有台南的游具的公园的地点标在地图上面，然后呢去收集照片去拍照，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也收集到了很多就是其他的家长愿意来一起为这个专案努力。所以这在运营社群里面是一个这样的运作模式，就是当有一个人找到问题然后想要去做的时候，就会来提案，然后把这个提案真的开始实现。那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没有想
说做完可以有什么样的成果，比如说真的可以政府有钱吗？因为政府不一定有钱，但是当他自己做，可能就会有民意代表注意到，然后愿意去施压或者是去关心这件事情。另外还有像是最近的车祸就也蛮多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是需要非常注意安全。我自己在路上也是会很小心，因为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违规的人会出现。那也会有关心道路的人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做一些讨论台湾的圆环为什么右转，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绿灯的时候不能直走等等的一些设计，去改良这些就是关于教育安全的部分，交通安全的部分。这是刚刚讲的这个特色公园行动，他们就是去拍了很多，像这是有特色的公园，这是在内台北内湖的一个公园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主题，可以台北吗？反正就是在这个公园，它可能就是有做不同的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在发展或者是年小就正要发育的小朋友是可以有学习的空间，而不是只有玩一些塑胶，大家很常见，然后很容易坏掉的游具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用地图的方式，其实地图的运用，如果大家很常用 Google Map，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因为它除了定位之外，我也可以，比如像我要去玩，我可能就会定我想要去的几个地点，然后去做行程的安排，这就是最简单的资源的运用这样。那再回到我们，像他们现在就已经做了一个页面，就是有什么特色公园可以去参考。这是台南特色公园，但其实台南有很大一部分公园还是刚刚讲的比较单调，比较没有可以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继续讲线上活动好了。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实体活动都没有办法实行，没有一个场地可以让大家来体验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做了线上的版本。线上要100个人讲话的时候，其实跟实体很不一样，就是你现在在教室实体的活动，你只要举手，老师就知道你要发言，你只要说哎、欸、我想要去厕所，你就可以离开一下。可是在线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多人通话过，应该会知道，就是声音是会打架的，不是这么好传递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线上活动要怎么样让大家顺畅，然后又不会觉得很无聊就把 YouTube 关掉，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年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努力。然后就如果看到乖乖的话，就是一个工程师的迷信，就是在机台上都要摆乖乖，才能够确保游戏或伺服器不要出问题。然后所以就从就一月的活动开始，我们把100人的活动办到线上，然后我们就再去跟像是美国在台协会啊，或者是 NASA 去做合作，办很多线上的活动。然后这就是我今天在隔壁直播课，他们会教到就是怎么样去用 OBS 做直播，然后怎么去录一集 Podcast， 就是不同的地方这样。在线上活动的时候，我们之前有遇到的问题是，比如说在直播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镜头拍自己，然后声音接出去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其实比如说像Mac 或是 iOS 的电脑，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声音音轨，导致说你的声音出不去，然后或者是你在拍的时候后面有人走来走去。那其实这件事情在于比如说直播组身上是需要避免去注意，而不是当时你觉得好像直播镜头打开就可以直播，但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如果你想要求更专业的使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做法。然后这是在去年疫情稍微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在总统杯陪客松，我们有24组团队，然后跟总统就是那些大官们，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几百个人在同样的场地，可是又不能够有群聚的状况去做连线？那时候我们就是把24组团队放在不同的教室，然后去做连线直播。那这个平台也就是从军营业工程师去搭建起来，然后让这个活动可以顺利去进行。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知道视讯软体可以就是面对讲话之外，我们还有做了很多，不管是单向或双向的流通，像是可以有客服的功能，就是你只要在会议室说，哎、欸，我有什么需要求救，那我们后台的客服就会告诉一些专家组的说，现在这组想要諮商哦，那我们就可以把这组跟另外跟专家媒合进同一个会议室去做交流，然后让组别可以得到他们的意见諮詢这样。那另外还有这边有2D RPG 的那个地图，就是在我们想象中线上活动样子，除
除了刚刚讲的那种形式，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走 2D RPG 的形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以前的神奇宝贝，就是 2D 的版本，然后你要去打道馆的时候是需要走来走去，去遇见 NPC 去跟他们讲话。那我们就有想象说，为了要让大家在线上活动里面可以更愿意玩这个游戏，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讨论，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地图，所以在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实体的参与者，然后就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你也可以打字，然后就变成上面对话框。那其实你看到这些不同的小房间，我们都把它拉成独立的会议室，所以你进入这个空间，你其实已经进入 A 会议室，你离开走出去就是离开这个会议室，然后你可能走到上面去，那就是 B 会议室，就是要让大家从线上跟实体是有一样的感觉开始，然后在线上有更多的可以讨论的空间。那这个也其实有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社群守则是相关的，因为如果你见到人同人就说，白痴你好啊，北痴你好，这个时候其实沟通是很容易断掉。在社会上面，我们想要跟人家讨论议题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说话，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你们可能会开始吵架，可能开始偏离主题。那在出社会之后，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的状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平等，然后又同理的去讲话，就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在设计活动的时候，也每一次活动前都会跟大家重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要尊重大家，尊重彼此，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良好的讨论空间，把专案做出来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它也可以有很多延伸的做法，就是像我们国际书展，它是一个在世贸之前台北很大的场地，会办很多的书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想过说，是不是可以把书展线上化，就是变成像这样的形式的线上展场。然后我的人走过去，我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出版社它有什么样的书，然后或者是动漫展啊、电玩展，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可以用线上方式去呈现。那这个是去年其中一个亚太高峰会，他们也是用 2D 的形式，但他们就做得非常精致。我的人物下去之后，他就可以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像现在历史现在在选的就是，他有很多的角色，然后他上下左右就是很直观的方式，他就可以到处走，然后去碰触到不同的，比如像这个，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银行，然后下面某一个是一个高铁啊，或者是飞机等等。那这边因为当时就是行政院就是有协助的活动，所以就是有总统府然后跟唐凤。那说到唐凤，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是数位政委，然后他也是军营里很资深的贡献者跟参与者。所以很多人我们之前有做过研究调查，就是在社群里面有13%的人是因为唐凤而来参加我们第一次的活动，就是会因为他而引发兴趣，想知道说在除了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贡献可以去做。那之前我们有一些专案，像今年有一个专案，它就是跟群众力量是有关的，像 Perfect 也是其中一个大家一起的力量，因为我们是大家一起去编辑这些条目、这些答案，然后去回复给所有在使用这个资料的人。然后今年有一个是叫做违章工厂，他们是在做就是台湾很多的农地，台南也有很多的农地，但农地上可能都有盖了很多的工厂，那些工厂可能是排放废水，或者是它其实违法的所在。在台湾其实已经通过了一个工厂法，是政府可以介入去把这些工厂拆除，可是一直都没有行动，就是因为政府可能没有人力去做监督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有公民团体，就是 NGO 组织，他们就想要做这件事，但他们不知道可以怎么做的时候，就来黑客松提案。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可我们不知道实际怎么做，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工程师就可以刚说，那你就做一个平台啊，你就做一个可以检举的平台，然后帮大家把公文写好，因为公文本来就是在检举上面最困难的地方，而且你要实名检举，所以基金会就会代替这个角色来帮大家检举，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个，你可能一直排废水，让你家附近很臭的工厂拍照，然后建到地图上。那基金会他们收到情报之后，他们就会去探勘，确认这个工厂真的是违法，或者是它真的有一些排放污水的事实，他们就会去举报。那在这边的话，像是台南观光局就可以选，就会看到有可能320家目前疑似是违章工厂的地点，然后你也可以自己一直持续去增加，让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做检举，然后去改善我们的社会。
像这边现在 base 打开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实际的点点，这些全部都是现在大家有回报过。然后我们也许可以打开一个看看回报的状况。他们现在有在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台湾违章的工厂真的很多，然后这是可能会造成空气啊，或者是你的饮食，然后用水都会有不同的影响。那这些可能是你平常没有感觉，可是你一直吃下去的脏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期待，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然后去做这个解决动作。那像这个，它是已经解决，代表说他们可能已经有出公文，这边就有看到一些登记资料啊，或者是照片，然后去做检疫。像这个就写得蛮详细的，它就是可能是用合法去掩饰非法，然后看起来可能是合法的，但其实它已经非法使用。然后它这边讲说，宴客的时候会造成附近的噪音。车辆乱停乱丢垃圾，这可能都是我们平常走出门就遇到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公民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就像这样子去做回报。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专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去买便利商店的饮料，或者是比如说牛奶。那在我们就是有一个基金会，他们在做叫做少额代买那个专案呢，它是在做。你如果手机有装那个 APP， 它就可以去扫它的条码，然后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它因为环保被裁罚多少钱。比如说像我们觉得的良心事业益，它其实被累积了24次的裁罚经验，总共罚了440万，而且这只是2020年，就只有去年的记录就已经这么高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关心环境，然后对于这些议题有关心的人，你想要为我们的企业去做，是想要支持小农或支持合法企业，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扫额代买的 APP， 然后去做。那这些资料怎么来呢？其实都是他们这些工人人工智慧，就是每次去大卖场，然后先去建档，再去捞背后的数据，就是可能一些财阀的文字，然后把它转化成加总啊，转化成售表，去呈现给大家，告诉你说，比如说惠单，惠单有很泡面嘛，泡面它可能就这个惠单它就被财阀了25次。比如说它种类有双响炮、惠味 A， 这些都是惠单产品，它可能就被罚这么多钱。但如果我今天也想吃泡面，可是我又不想要，就是让这些可能有被违规的公司赚到钱，那我就可以选其他的看起来比较被财阀比较少，比如说中农粉丝，我猜这可能我自己也没听过的公司，他可能就有出这个金融一凡，我可能就可以选这个食品去吃，然后去用这样一点点力量去改善这个环境采罚的事情。然后之前其实也有一些这个 APP 的使用者，他们是直接去跟公司就是传小编传讯息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家的零食，可是因为你被采罚那么多次，我真的会影响我购买的意愿。那想问一下，这件事情现在是有改善，有没有办法改善？也有一种跟民众去施压的方式，让公司愿意去正视说，我们的消费者是在乎这件事情的，然后进而去改善我们的环境跟他们的可能废水处理啊，或者是污染处理的部分。所以这些都是在社群里面长出来的专案。那今天早上又有提到高中生做的专案，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想要来这边跟高中生做联系？其实是因为去年我们办了也是很多活动，然后我们是希望跟老师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因为现在可能108课纲的关系，然后大家都有一些升学的压力跟想要学的东西，那可能是学校老师比较不熟悉的，比如说今天讲的媒体试读可能不是老师的专业，那这时候我们就希望从这些公民团体已经在钻研的公民团体可以进到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然后如果学生们有一些想做的专案，也可以在社群里面去成长，然后变成你自己人生未来的一个履历这样子。我觉得在社群很重要的是人际的连结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找工作就是打开履历，打开履历哈，开始滑，开始看我适合什么工作。然后我在这个社群，我发现找工作的方式是，因为我已经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人，所以我在我的脸书，我在我的 IG po 说，我最近没工作，我最近刚好是在休息的期间，那我的技能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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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公司缺人的话，欢迎找我。就是用这种反过来的方式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你更喜欢的工作，因为人家是看中你的资历，而且甚至认识你，然后知道你在社群有做了这些贡献，
所以他对你有个好的印象之后，就会反过来跟你讲说，哎，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试看？我觉得这在我自己的人生的历程上面来说是蛮大的转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希望说这一次在学校这边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分享。那我们等一下最后其实是两点，现在我们等一下这堂课到两点钟，所以这才会问说有没有大家愿意或者是有什么心得想要问的，关于我们在这里怎么生存、怎么赚钱啊，或者怎么活下来，这都是我们觉得学生可能会有想要问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提问，都可以就是现在发问，然后或者是在 Slido 上面，我们等一下会再浏览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能大家想知道的问题。那像是我觉得在社群的做专案跟在外面公司做专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都是免费，所有人都是自工投入。像好像比林，他是有其他的工作，所以他今天就早上特别上完课之后，他现在已经回台北再去工作，为了养活自己这样。所以这些专案他们其实可能都是从很小很简单，已经不是现在这个这么精美的样子，他可能是从很丑的样子开始，然后用最小的资源做我们能做的最多的事情。接下来吸引到更多的人之后，再更多人加入去把它变得更漂亮。那你现在看很多点点，其实在上一次的黑客松有一位外国人，他是第一次来参加黑客松，他也中文不太好，可是他在听过我们解释说这个专案在做什么之后，他本身是工程师，所以他其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未来这个图案拉到这个女的时候，他点点就不会混在一起，他可能就是这边会显示3，这边显示5，这边显示10，就是等于把它汇整起来。那这些其实都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功能，可能平常你都是用在别的或者是自己的专案里面，然后你没有想过可以用在这样子的贡献方法。那这些其实对于这个专案本身来说都是很大的助力，就是会多更多的人去关心它，然后关心这件事情。另外我们也有收到一些反馈是来自基金会这边，因为他们可能本身也都是文组，就是不会写程式，然后也不知道资讯工具可以对人造成多大的影响的一群在推动议题的人，可是他们来社群之后，工程师帮助他们做了这个页面，他们发现，哎，这样子视觉化看起来超多的，我就可以去跟我的明代说，你要不要关心一下这件事？这可能会有新闻点，这可能会有人在意，那才有可能把事情推向我们希望走的地方，然后就有更多实力的空间在。所以，今天。大部分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把专案带进学校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社群的专案可以怎么做，然后开源是什么。开源其实就是早上也讲很多，然后像如果你照片是同学帮你拍的，你可能都会写说，哦，是某某某帮我拍的。那这个某某某其实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姓名标识，就是标示著作权。就是在现在大家应该也都很知道说，如果政府用了没有授权照片是会被骂的。因为那就是别人的努力成果，所以在社群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一种授权标识，就是 CC BY， 这可能未来你们会听到这个词。那 CC BY 它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告诉所有人，因为我们就是像刚刚讲说，哎，这张照片是谁谁谁帮我们拍的。那我们在世界共同的语言，我们就会说 Photo BY， 比如说小美 ，CC BY 2.0的意思可能就是这个照片它其实是可以被再运用。是你不介意说别人也分享你张照片，可能去做改图啊，或者是去做变成动画等等。这也是唐凤之前他有拍一组宣传照，然后被做了很多恶搞跟利用，就是因为他是用这样的授权方式。不然一般我们在用照片的时候，其实你是要付钱的，你可能要付比如说30块台币，就也不多，但是你就会要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取得这些东西的使用。现在的授权的概念就是要告诉大家，东西都不是免费的，你是得付出一些去得到。那但是在社群，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用这样子免费公用大家使用方式，让专案变得更好。然后好，然后我知道大家可能因为他们 QR code 其实不好扫，就是我们的共笔页面今天有讲到，它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用过 Google Document， 就是线上可以大家一起打了 Word 的。那这个 HackMD 这个软体，这个网页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功能。然后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网页的部分，其实就是用一条一条的文字，它就可以变成像是网页，左边有一些选单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如果未来你想要，比如说卖自己的商品，你想要用一些
告诉简介大家你自己是谁，或是你身上做履历，都很适合用这个软体去做操作。那今天应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告诉大家它要怎么使用，不过就是如果你对于 HackMD 有兴趣，它是台湾的公司去开发出来的一个软体，然后它现在已经有尽量的让它的页面看起来比较简单，像早上我们有看到左边是黑的，右边是白的，它就是在左边打字，右边就会呈现，然后会有一些简单语法，虽然无名小站可能有点老，但反正你们可能之后再编辑一些东西会用到一些语法，比如说 CSS 或者是你的 font， 就是字的颜色要多大要多小，其实在这上面都是可以做调整。那我要怎么样是像这样子，就是比如我的大标我可能就是一个 hashtag， 它这样一个就是大标题，那三个就是中标题这样，然后你要加图片就是中间上传上去，虽然这边看起来是文字，但在右边呈现上就会是一个文字。然后我们有很多不会写程式的社群参与者，在用这个写就是打笔记的时候，都会问说：“哎，你是工程师吗？”因为大家看到黑笔就会自动觉得好像是工程师才会用黑笔的东西，但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它就是黑笔。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编辑，然后像贝里斯打，他打一个小箭头，在这边就会变成某一个特效，就是一个注解的感觉，可以去做使用。所以在社群里面，我们想要开专案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这个提案人把他的提案整理成一个构图去分享，因为它很好可以修整。然后这边你看到这个蓝蓝的，其实如果你的滑鼠放上去，你会看到是不同的人去做编辑，所以如果他打错，你也知道哦是这个人打错，那我可能告诉他哪边打错了，我要怎么修正。就是这有点像是我们用一样的工具，有点像我们的 LINE， 有点像我们的对我们的网站，可以让大家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完成一个专案。然后在上次我们在台南女中的时候，是有同学分享他想要做浪浪的地图，就是他觉得有很多流浪狗，那我想要可能想要收编或想要帮他拍照，这其实也是一种地图的应用。那这就可以用到刚刚说的像公园的那种方式，我可能去点点位，然后或者是去做不同的应用，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台南以外，我们可以扩散到其他地方，变成全台湾的地图。在社群里面，其实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我的成果是可以被大家一起使用的。所以当我把这个专案公布出来之后，我可能就会一直有人告诉你，其实有人做过了，你可以去看以前的记录，然后去找到你可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的那个巨人。然后在社群，刚刚被打开的那个社群守则，其实是我们在社群里面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然后跟要遵守的事情。然后这其实也很麻烦，其实这跟定法律有点像，因为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够去实行。可是我们就是希望可以确保大家都有一个安心的环境，然后去发言、去讨论，而不要就是都在社群里面吵架，因为吵架是不会有结果。然后，所以如果今天有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不开心的地方，也都可以在之后晚一点的问卷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做调整或去处理。那在这个共笔，就是今天 Base 有分享给大家，其实它是整个专案，就是今天的我们今天在 Base 在打的就是其中一页，就是第4月25号这一场的小学校的网站。但其实，在整个共笔，我们有介绍小学校怎么计划，然后跟可以用的资源，比如说像是AWS 就是 Amazon， 他们也有一些云端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学生使用。就如果你想要写程式或想要做一些专案，他们其实都有一些资源，而且是很愿意资助给学生。然后只有学生的身份才拿到这些价格，甚至是免费去使用。当你变成成人之后，你就要付出代价，所以要需要珍惜这些资源。这样子。好，那我们。之后的，如果之后对于社群有兴趣，我们在今年的11月也会来，11月或12月的时候也会来台南再办一次黑客松。然后，如果你那个礼拜六有空，欢迎可以来我们的活动参加。那在台南其实有一个定期的聚会，是在台南火车站的好想工作室，那边是一个工程师，就是口罩地图的作者，一开始的作者，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他建立了一个社群。在那个文创园区的里面，
有一个如果你想学写程式可以去的地方，然后嗯是一个有点像是公共空间，但是如果你申请你就可以去那边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可以找到很多工程师帮你解决一些你可能在学习上面的困难，让你变成更会写程式的人，更有技能可以去求职啊，或者是升学等等。然后在这个空间就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晚上，如果你们没有补习然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那边跟社群参与者聊天，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想法，就是或者是你没想法也可以去听听看社会人士都是怎么样在业余的时间去做这些专案，因为工作很辛苦，念书也很辛苦，而且我自己觉得念书更辛苦，因为就是还没有什么自主的能力跟权利，但是你又在可能上大学之后被迫要面对很多你之前没有接受过的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看到更多的人或事情就很欢迎在这个时间然后来这边。那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是 Slack， 就是居灵域的 Slack， 如果你在共笔里面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个叫做我要加入 Slack， 它是比如像上面不要看他们也是用这个软体在做工作然后在沟通，因为如果要 LINE 的话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突然间老板就传讯息来，我又不能当初没看到，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 Slack 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平台，所以我其实可以关通知，就老板传讯息来我就当没看到，明天再回这样子。然后它有很多跟 LINE 比较不一样的功能，我觉得它比较像 Discord， 对我来说就像 Discord 可以有不同频道然后去做讨论。那在那边的话，我们今天早上有讲到已经有9000多个人在那边，有从各方来的，然后有全世界的人都在那边进行一些讨论，所以像是虽然在台南，但我们平常在台北，那如果你有一些想法都可以在 Slack 上面打讯息，然后就会有人很热心告诉你说哎，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那其实像我们这样子的原力真的你的这个理论，我们之后也有预计要去其他学校办，那有一些就是学生他们自己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来跟我们联络说哎，我们学校也想要办这样的营队，那可不可以我们来策划看怎么合作然后去把课程带入学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学生都有很多机会彼此学习跟知道当你出社会之后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完成这些专案。好，那虽然我们那我再问一次，还有人等一下要自愿发表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就等一下告诉他们说我们这边人都没有想法，所以就没关系这样。好，所以就我们等一下最后想说还是会跟就是跟那边一起彼此交流一下，然后听一下彼此的想法。那没关系，如果你们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没关系，就我们是很自由民主的，就是你们学多少那就带多少东西走这样。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发证书，然后请大家填一下回馈问卷，就是一些大人的流程。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休息了，然后我们等一下的时间就是最后的2:10的时间做总结跟心得分享。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知道一些心得，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可能不是这么自愿的来这里，所以没有关系，就彼此带回自己想要带回的东西这样。